大家好，就说一下善良清净。这人吧，有的时候呢，容易精神涣散，容易胡思乱想，容易就是神就抓不住了，就是不集中了，精神力就不强。比如说今天我吧，就感觉自己有点精神不集中啊，精神有点虚。但是啥吧，后来呢，之后去一个朋友家嘛，他正好是今天搬家，然后去他家看看，然后他就是他朋友嘛，就跟他聊天。聊天的时候呢，我就反正就是注意到一件事情吧，善良清净。你越善良的时候呢，你越清净的时候呢，你的精神会越好。反正人嘛，人活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要凭精神头的。那你善良清净的时候呢，精神就会非常好。这是我的亲身体验了。很多事情呢，你也不要去臆想，你要去责怪这个人或责怪这件事情，或者是去理论一件事情，就不用啊。就是放开呀，然后就清静嘛，加油。